河马在耳湾虚地开亚有一套独家代理的 listing， 是目前耳湾在售房源中室内面积最大的一套，室内达到15000尺。我们接下来看一下，同样在虚地开亚，室内面积为8135尺，占地面积18000尺的一套豪宅，它是5房7卫，售价是1290万。前面很漂亮，绿树成荫。旁边是下沉式的 driveway， 车库门前还放了一篮球架，白色的外墙，三层结构，二楼是主卧，一楼有4个房间加书房，地下有电影院，还有一个非常开阔的一个 loft 多功能厅，入户门也非常漂亮。双开门入户门，一进来是地砖，面宽很宽，整个客厅是挑高的。右手边是3个房间和通往二楼，左手边是书房，还有厨房和客厅。我们先看书房。书房里面是木地板，书房有自己的侧门，可以通往前院，鞋钉挑高。这房子是有电梯的，这里可以下地下1层，是一个电影院。然后这边是洗衣房，这是半个卫生间。这个厨房装修非常奢华，顶级的炉灶，沃夫品牌，宽大的油烟机，并且用金属包裹，大块的天然石材的台面，上面只有嵌入式冰箱。它的客厅带壁炉，也是尖顶挑高。客厅也有落地门，可以通往后院。我们先去后院看一下。它的刚才 living room 也能通往后院，就是这排的玻璃门。后院放了几个度假躺椅，非常舒服的一个泳池，还有水井，旁边一片假草。这里是烧烤台，下面还有一个小的花园，小花园可以种一些果蔬菜。这边是一个小花园，这里是烧烤台。今天是整个耳湾最热的时候，户外还是有凉风袭来，感觉比较惬意。好，我们回到室内。刚才我们从家庭厅走到了院子，我们现在从 living room 这一侧回到室内空间。这是 living room， 入户门进来刚拍摄过这个空间。里面住这一侧有一个酒柜，好，我们到地下去看一下，先把楼下的娱乐室看完，再去看一楼另外一侧的几个房间。这个灯非常别致。一楼的另外几个房间看完，再上二楼，在二楼的阳台做一个收尾。好，正对着电梯，这下面还有一个酒柜，更大一些。好，往里走是一个电影院和一个 loft， 先是一个带冰箱、带简易厨房的一个 loft 空间。然后这里面是一个电影院，
电影院的这个座椅非常舒服，非常柔软，并且都可以把它躺平。它在这个通道过来还有一个隐藏空间，非常大，这里应该可以放个台球桌或者放一些健身器材。这个空间非常非常大。好，这是地下一层电影院加一个多功能厅加一个简易的冰箱厨房，电梯可以下来。好，我们上一楼，回到一楼去看另外一侧的房间。一楼是有四个房间，楼上是主卧，所以总共是五房七卫。上来之后穿回到这个走廊入户的这个门廊区域，我们看右侧，进门右侧的四个房间，有一个房间是在一楼半的位置，上楼之后可以看到。然后这里是一个改成了一个休息厅，它也算一个房间。然后里面还有两个次卧套房，这是一个次卧套房，里面有衣帽间，里面是另外一个次卧套房。这个次卧套房可以有落地门走到后院，也是有步入卫生间。好，我们上二楼看最后的主卧。上二楼前一楼半的位置也有一个房间是对着前院的，也是一个套房，里面有套内卫生间。好，整个楼上楼下除了入户的门廊区域地砖之外都是木地板，主卧独占二楼，并且有自己阳台，主卧里面的地毯。这是主卧尖顶挑高，整个房子是颜色是非常素雅的，并不像徐迪看的其他房子都是深棕色。这个窗户就这个门可以通往阳台。我们先把卫生间看一下，主卧卫生间，两个衣帽间，这里有一个衣帽间，男士的，里面还有更大衣帽间。但是整个装修材料都是非常高档的大理石，很漂亮的浴缸，里面有淋浴房。好，这是另外更大的衣帽间。好，我们最后到阳台上做一个收尾。这套房子是在雪地坑眼，室内是8135尺，占地是18000尺。这是主卧的阳台，售价是1290万，室内是8135尺，占地是18000尺，五房七卫。好，有兴趣和马经纪人看房，谢谢大家。